一直有一架无人机啊，偷偷的跟踪着我，实时汇报我的位置。不是我们的航拍无人机，而且它一款无人的直升机。虽然它看着个子并不是特别大啊，但是它呢却是具备侦察与打击一体化的功能，是一件面向未来战场的特殊的武器。今天的军武零距离呢，我们就来带大家看一看这个小家伙到底有什么样的真功夫。我们工作人员呢正在进行无人机起飞前的这个测试啊，给大家展示一个东西。这个是我们节目拍摄用的航拍无人机用的遥控器，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的无人直升机用的遥控器。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两个操作方式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无人机本体之后啊，发现它俩的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大家看这个航拍无人机要比我们的无人直升机呢小了很多，而且呢它采取的是一个四旋翼的结构啊，有四个螺旋桨。而我们的无人直升机呢，采取的是一个直升机的正常的一个布局，前面是一个巨大的主桨，后面呢是一个小小的尾桨。那么就是这样的布局呢，让它的飞行性能要比普通的四旋翼无人机要强得很多。可能我们的航拍无人机在起飞阶段还能跟得上这架绰号河豚的无人直升机。但当它真正开始展示飞行动作时，两种飞行器的飞行性能差距就很明显了。河豚的最大速度可以超过每小时120公里，而且百公里加速大约只要不到3秒钟，很多超级跑车才能勉强跟住。小半径定点盘旋、八字盘旋，这很多都是专业武装直升机才能飞出来的特技动作。跟我们日常用的无人机相比，飞行能力果然不在一个量级上。多旋翼，四个旋翼，相当于我们骑一个四轮车，谁上去都可以骑，比较容易学，容易玩。但是呢，它飞不远，飞不快。固定翼呢，相当于骑自行车，我们练习了之后可以骑。直升机它相当于骑一个独轮车。前后左右各种动作都是靠一个旋翼，它是可以变的，我们叫做变距。直升机它所有的高性能的，比如说它的高速飞行，它的抗风力强，能抗高海拔，都是由于这个变距这个机构所带来的好处。你最复杂也在这个地方。强大的飞行能力让这型无人直升机显示出为战场而生的气度。那么这样高性能的飞行器是如何生产的呢？大家看我这个碧血剑是吧，开个玩笑啊，这只是我们无人机上面的这个旋翼。我们现在是带大家来到了我们无人直升机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基地。为什么叫它生产基地呢？因为它是把这个无人机的零件的生产，包括组装、最后的总装以及测试这些工作呢，都给浓缩到了这样一个厂房里面。里面的流程其实跟生产一架大飞机是一样的。那我们现在看到了这边有很多的这样的这个无人直升机啊，正在进行总装完成之后的这个测试工作。里面呢有军用的品种，也有这个民用的品种啊，品种还是非常齐全的。我们来看一下。
下，这个无人直升机呢，它的这个表面都是用这种精致的复合材料做的，像这样一个外形的这个口盖啊，非常的轻，非常的软，但是呢，在空中它的这个强度呢，经过计算是完全足够的。这个罩子呢，可以用像这样的一个螺钉来固定，当然整个固定上呢需要八颗啊，今天我们就拧其中的一颗吧，这样它不要掉下来。大家知道用这个轻质的材料之后呢，整个直升机的这个重量会非常的轻，但轻到什么程度呢？哎，今天我一只手我就给它提起来。嘿，我们这款无人直升机它的这个最大起飞重量大概是在40公斤左右，那么现在去掉了电池，去掉了载荷，整个这个空重呢也就是个10公斤左右，所以呢一个士兵在战场上进行协行还是非常方便的啊。当然它还有很多非常重要的零件还没有装上啊，比如说这个这边，大家看这个是一个三轴稳定的光电探测器啊，里面有很多的镜头，这边是一个普通的电视摄像头，上面这个镜头呢里面装的是一个红外摄像机，它可以在夜间啊捕捉发出这个热能的目标。那么这边有两个窗口是激光的这个发射和接收窗口，说明呢它可以进行一个激光测距，对目标进行一个精确的瞄准。这个光电球其实安装也非常简单啊，就在这个底下通过4个螺钉啊就可以把它固定住，这样呢无人直升机在这个夜间和昼间都可以对目标进行一个瞄准。瞄准目标之后，我们是不是要给它装上武器呢？这还真不是它的武器啊，这实际上是它的飞行的一个电池，它的这个组装也非常简单，哎，通过这样一锁扣呢就可以完全把它锁住，还有点别扭啊。旋翼啊，对对对，旋翼没装。直升机装旋翼还是需要一点技巧的。来自巴基斯坦的工程师大宝倒是这方面的行家，顺便说一句，他在这里工作了半年，中文也说得挺溜。然后这边有两个垫片，一个垫片在下面，然后呢还有一个在上面，在这边，好吧，然后顶在这边啊，然后呢这个你可以试啊，厉害厉害。那这边有一个螺母，这个螺母我们可以fix it， 也是啊，你不用扭筋太多，就可以从一点点，就不用拧太紧，对对对对，应该有可以must be there some tolerance。就这样，一句中文一句英文的装配工作也顺利地进行着。很快，三个旋翼都已经装完了。当然，主要还是咱们无人直升机装卸简便，这在车间里不显得，但要是在战场上，这就能让无人机更便捷地携带，并快速投入战斗。Your first term. I think you are a good learner. 这个理念跟我们使用无人机航拍器是一个意思。你看，我们拍节目使用的无人机也是折叠收纳的，到现场一展开就能飞。不过，就像科研人员说的那样，无人直升机的控制就像是骑独轮车。难度很大，我们想想，骑独轮车那可都是摇摇晃晃的，可用于空中打击的无人机瞄准目标最怕的就是姿态不稳。我们在现场时，研制团队正在对一架无人直升机进行飞行测试。通过高速摄影拍摄了无人直升机的试飞画面，才看出在悬停的过程中机尾发生了微小的摆动，而这个小瑕疵并没有逃过飞手和工程人员的眼睛。够
脊的位置也调过，舵脊的行程的那个区间也调过，它还是有发现它都会有一定的改善，但是还是没有到了跟人那一下。先做一个定位，这些全凡追求完美之事，概无捷径可循，应该会有好很多。不断的与微小的瑕疵做斗争，从细节优化，这是中国的科研团队能够在察打一体无人直升机领域突破创新的根本原因。经过测试，无人机的毛病终于给治好了。为了验证它的真本事，我们将在靶场上设置接近真实战场的测试条件。这套系统呢，就是一个到25公里半径内的察打一体的无人设备，因为它是一个直升机的构型，有更好的环境适应性，对这个起降场地的要求会非常低。跟常规的武器系统做了一个深度的整合之后呢，飞到目标的正上空去跑投这个设备，增加了这个常规武器系统它一个应用范围。也就是说，我们的无人直升机可以挂载武器，对方圆25公里范围内任意目标进行打击。大家发现直升机机腹下这些筒子了吧？这就是它的武器舱。目前它可以携带8枚60毫米的迫击炮弹，对目标进行凌空轰炸。就这样，经过工作人员的组装，炮弹在武器舱里已经准备就位了，无人机可以起飞进行投弹了。刚一上来，咱们先来点简单的，来个精度测试吧。我们在现场布置了6组木板，以每组5米的间距钉在地上。现在我们需要无人机从300米高空投弹，对这个区域里的木板进行有效毁伤。我这边准备完毕，随时可以投弹。你这边准备了？我准备完毕了。各单位注意，准备投弹了啊！3、2、1，投！这次攻击的效果究竟如何呢？来，请我们的记者给大家做一个近距离的展示。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发弹的这个毁伤效果啊，我们看到有一块板子已经倒地了。刚才呢，我们的师傅是很用力的把这个板子锤进了土里，现在一块已经倒地，这一块已经松了。那在这个木板上呢，我们看到有一个这个着弹点，是这个弹的碎片划过了这个弹孔。我们猜测它应该是从这里斜着进来，然后从这儿出来，然后造成了这一块板子的这个掉落。飞机即将到达炮头的位置。在飞手的控制下，无人机能够轻松飞到300米高空，只需要几个按键，无人机就可以自动开始投弹。今天的天气多云转阴，有小雨，在这样糟糕的天气条件下，无人机可以毫无压力地应对天气的影响，准确命中木板的上方。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使用迫击炮来发射这样的炮弹，打击距离最多也就几公里，而且由于迫击炮并不是直接瞄准，精度并不是很理想。而使用无人机，我们可以让它飞到距离控制台20多公里远的地方投弹，这是很多大口径榴弹炮才能达到的射程，这完全是个颠覆性的打击手段。
对于藏匿在复杂环境中的恐怖分子或者狙击手，这种空中突袭能打得他们毫无还手之力。比如接下来这个实验，我们要从三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帐篷里找到藏着敌人的那顶帐篷，并且把它击毁。那现在我身后呢有三个帐篷，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其中的一个帐篷里啊生了一团火，但是我们看这个火现在已经灭了啊，但是还有一些这个热气在这里。那我们的无人机能不能通过这些热气找到这个生过火的帐篷，并将它进行精确打击呢？准备投弹。看，现代的信息化作战，通过先进的观瞄设备，我们的无人直升机清晰地辨认出哪个是底下生着火的帐篷，这才是真正需要打击的目标。然后点穴式的打击从天而降。而且还记得吗？需要的设备只是这样一个可以拿在手里把玩的小黑球。先进的作战技术手段真是令人叹为观止。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弹的毁伤效果啊，这个火已经完全灭掉了。我们来看一下，哎，这里有一发弹尾，另一发弹尾在这里，那它应该是从这个孔里进来的，可以说它的这个打击是非常精准啊，应该是完全垂直的掉在这里的。我们看这个帐篷上有大大小小的这个孔，都是这个弹片造成的这个损伤。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的这个帐篷，这两个帐篷之间的距离呢大概有15米的样子。我们看一下这个帐篷的效果怎么样。这个帐篷上也有很多的这个弹孔，应该都是刚才两发弹的碎片造成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破片已经是穿透了的，那如果在这个帐篷里有生力量的话，那应该是已经造成了很大的这个损伤。那我现在站在这里呢，还能感受到刚才这个弹穿透时候的这个余威，还是让人很震撼的。一发小小的迫击炮弹怎么就把离得那么远的两个帐篷都给打穿了呢？我们来看一发正常的迫击炮弹，这发炮弹是在接触地面爆炸的，看，有一部分爆炸能量被地面吸收了，弹片只会向上飞溅，旁边的这两片区域呢就相对安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战争片里看到，当炮弹来袭时，指挥员喊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没错，趴在地上就减少了被弹片杀伤的可能性。但是我们的无人机投出的炮弹是在距离地面3米的低空爆炸的，破片会形成一个360度的杀伤范围。可以想象，在这样飞溅的破片里，地面上的步兵无论是否卧倒，都很难躲避破片的杀伤。那么这发炮弹是怎么做到凌空爆炸的呢？这其中的玄机，我们就要从引信说起。这个你看到这个头部这个黑色的这一块，你看它是一个小型的雷达，通过向外发射无线电波，同时接受回波信号，它会判断你目标的距离是多少，到我们指定的位置，然后起爆我们这个弹药。近炸引信不接触目标就能起爆，完全依靠内部的雷达来感知与目标的距离来确定起爆点。可是问题来了，由于弹体容易受到空气风力的干扰，如果左右摇摆起来，引信探测距离的准确性就会受到严重影响。针对这个问题，科研人员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给炮弹加个飘带。这个就是我们为了调整这个下落的姿态，它弹从空中落下来之后，这个飘带会弹过来拉扯的力，使这个重心啊更往下走，使弹越来越往下的越稳定。
根据不同的作战环境安装不同的引信，从而达到最大的毁伤效果。这是这个小团队多年来努力的方向。在这背后，一次次头脑风暴，一次次激烈讨论，才在战场上让引信发挥出了巨大的优势。无人机的平台刚好是我们的一个切入点，就是说呢，可以充分发挥我们引信和弹药一个精确定距，采用这个近战引信，还可以最大的发挥这个弹药的一个毁伤效能。近战引信的加持，为无人机作战平台取得最大范围毁伤提供了可能。而要增强无人机的毁伤威力，还得靠引信背后的炮弹。这里的工作人员正在赶制一批适用于无人机的空投炮弹。这些炮弹原来是迫击炮弹，最早是从本世纪初开始生产的，不算什么新装备。但是在察打一体无人机上的应用，让这种老炮弹获得了全新的生命力。原来它是有地面发射器来发射的，改进了弹的这个外形，然后加装了一些附属机构，现在用到咱们无人机上，这是一种新的个作战模式吧。跟我们这个部队，包括这个武警边防这块，它是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新的一种那个战略支援。无人机投放的60毫米迫击炮弹本身是一种适合单兵使用的武器，重量轻，装药量也并不大。但在爆炸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破片飞散出来，这才是它的致命杀手锏。我们现在通过更换靶标，更好地来展示这种空中打击的威力吧。我们现在呢，利用这个水桶和气球这些软体的物品呢，来模拟一个靶场。这个靶场的半径呢，大概有10几米。那我们一会儿要测试一下，我们这个炮弹能不能在这个范围之内呢，对这里做一个有效的打击。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刚才的这个打靶的效果怎么样。那我们看到这个圆内的气球基本上已经全部都打破了。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水桶的情况，这个水桶也已经有明显的弹片造成的这个弹孔了。来看一下，这个水都已经现场经过几次离地不足一米的投放后，工作人员认可了这次大口径炮弹投放的设计，并前往靶场进行测试，看看这次设计是否可行。
技术改变作战样态，这并不是战争史上的新鲜事儿。轻小型无人机携带炸弹执行作战任务，这在几年前还显得有点异想天开，而今天它已经实实在在地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也许看上去还有点稚嫩，但它也让我们看到了无人机在改写战争面貌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小步。